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那这篇所说的大意都是行着普贤三昧，那普贤菩萨从定起了，起了之后要说法呀，说什么法呢？四界成就，四界成就。什么是四呢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就是去、来、今，过去了，已经过去了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不重。未来呢？未来还有未来，未有未来还有未来，这叫三色，就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。四界成就篇，界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方地分别，就是一个界限。四隐现，那界呢也有个分级，一切有为法，住有为法，这个是可破坏的事，可破坏事，这个可破坏的事还有一个不可破坏的事，世界这个事啊，现在我们所说的三事是可破坏的，还有一个不可破坏的，那叫什么呢？那就是无为法，无为法不可破坏，一切诸法从真而起的，从体而起的，那个是隐，有为呢是显，无为是隐，有为法可以破坏，无为法是不可以破坏，没有分界的。娑婆世界有相有为的，它相对的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是对娑婆世界而言的华藏世界，现在是没显现的是娑婆世界，此是华藏世界的一份，因为有华藏世界才能够见到显现的有形的娑婆世界，你在娑婆世界因为有感行普贤横愿而感受的华藏世界，娑婆世界好，华藏世界好，成就而已。怎么叫成就呢？缘能铸成，能成这个世界之缘的，哪些个缘成就这个世界？能成之缘有十种，成就这个世界。那么有了这个依报了，有佛的正报，正报是佛国，是吧？修行普贤横愿，有你修的
时候起，文法文乐而加以修，文乐就要去做呀。但是这个世界有众生的业报，什么没说众生业报，单标世界，因为这是讲华藏世界，没讲正报，我讲一报，但一报必如具足有正报。这个世界有两种译法，两种翻译的方法，一种破坏的解释，那破坏解释世界，坏的世界嘛，成住坏空的世界；二呢，引法的、隐秘的，来解释这个世界。要是依着破坏的意义而言，这个华藏世界是可坏性的。人家这解释呢，从无而起，华藏世界从无而起，从无为就同于真极，是不可破坏的。一切法都如是，在事上是可坏性，在理上是不可坏性。现在我们这解释当中，一个先讲它可坏性，再讲它不可坏性。什么来成就这个世界呢？就说它能成的缘，能成这个缘，通因通果，都是因缘生的。诸法因缘生的，因为一切法的升起，不论大法小法，必定有一定的因，一定缘。体性而讲，依着我们所住的，所住的，在你所住的时候，已经是果成了。要解释这个以下呀。要讲十缘，是教起十缘，用十门来解散。因为佛刹就一说到佛刹是庄严的，一说众生同居是可坏性的，那个庄严的世界是佛修的，修所成的。广说世界是众生业所成的，众生业成的，一个业成的，一个修成的，两个迥然不同了。然而同时世界，业成的呢可坏的，修成的呢是含着真空般若意，是不可坏的。就是一个是要理说，一个要事说。两方面都说了，但是还要要时间，还要一直处所，还要一直主，世界必有主啊，世界是一报啊，还是一直三昧，一直现象，一直说人，还有一直听人，还一德，还一情，一能加。大致分为这么十类吧。咱想讲一十，十呢，这个十是十的分际。说早晨呢，中午啊，下午啊，这叫十啊。咱们更把它分详细点，24小时。说这24小时再分。1个小时有60分，就分了，分碟又分秒了，依着这个，依着实说，但是我们讲师可不是这样分的，是依着说经的时候，这个时一时
是这个时候说华严经。什么时候呢？因缘契合，佛叫一时，时无定体，时没的标准的了。离这众生心而立的，叫依法上立，法是众生心。现在咱们这个时候，咱们依咱们这个时，五点，下午五点，还牛要是早晨五点，清中午，你说都是五点，还人家是清晨，你是晚上。是时无定体，说时啊没有一定标准的。从古到今，那说我们一念多劫，那就时间长了，多劫是亿万万年在一念间。这个问题啊，头几天我给大家讲的很多了。现在不是拉入时空隧道吗？时空隧道把时间混淆了。像美国那海军七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，1945年嘛，他不是1945年，他是1943年嘛，1944年当中掉到海里，他那兵舰被日本打沉了，掉到海里去，那逃出了七个水兵啊，在那舢板上，他在水里拼命，他拼命才十几个小时嘛。那早前菲律宾的巡洋舰艇把他看到了，把他救上来了。这是多少？是那个记载上说55年，55年的时间。他仅仅是一夜呀，有这一夜长的时候说十个小时，不长说十几个小时，时无定体啊，这是现在的事儿啊。这是科学家把他拉入时空隧道，时间没定体的。从洛杉矶起飞到佛罗里达顶多一个小时吧，他飞了33年，可跑到委内瑞拉飞机场降落的，这种飞机早淘汰了。但他飞的是他，因为还不到一个小时呢。这时间你怎么说呀？没法说，这是回来的了，像不回来的就没法知道了。等他回来再说吧，这叫时空隧道。科学家发明的，咱们佛教讲叫什么呢？时无定体，时间没有标准的。说经常说一时，或者说时时，或者说就是一念，现前一念心，一念近十近七日，或者近3721日。或者见着亿万大劫，亿万大劫是好多时间呢。我们佛经上所说的小劫，小劫一小劫，一小劫你都没法算。说人的寿命，从84000岁，100年减一岁，减到人的寿命10岁。再从人的寿命10岁，100年增一岁，增到84000岁，所以一增一减，你算算是多少时间嘛？这才一个小节，1000个小节叫一个宗节，1000个宗节叫一个大节，三大阿僧祇劫。这个数字是好大吗？但是把它缩短了，现前一念，就叫念劫圆融，这是《华严经》的意思。
说佛从修道发心得了菩提，这个年限是不能算的，也没法算，就是一时成道，一时闻法，一时修行，仅仅是一念间。这里头啊，如果你学那个时节的分别，还有节义节变化了，节变化了，时间也变化了，说念时念舍节，一念舍无量劫，这个叫从那个他掉到海里去一夜55年，经过55年，他在水里头，这个呢把那时和空间距离混淆了，这跟我们说这个结和念，依着什么时呢？我讲了半天，我们这个华经讲的时啊，因缘会遇时，我讲因讲缘吗？因缘会遇了，就成就那个时候了，咱每个人可以回忆，咱从降生那天，没有不知道，也没有知识，从你记事那天开始起，现在恐怕记到3岁的时候不容易了，我记到5岁时候上小学，有10几岁的人20几的人还可能回忆，我现在90岁了，能回忆到什么时候呢？6岁，从6岁时候开始啊，一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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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回忆得到的，一回到现前一念，当你回忆这个时候，就是现在所想的已经时空变化了，变化了，但是再回忆那时候同住的人，你所经过的事，所谓警戒四间相找变化了，对，我要再回我那出生地那个县，没有了，那个县没有了，现在新建的那个县，离我原来我出生那个县还是那个县相距40华里了，不是原来地球了，抗日战争时苏联跟日本在我们那县打的像一块瓦都没有整的了，一块砖都没得整的了，就来回的拉去站，那是交通要道，没有了。人呢，我那时候的人没有了，那以后的我不认识了，我16岁离开家再没回去，这经过74年了，这是人间短暂的时间呢，要说无量劫那没法说了，这个世界成就，这个世界的毁坏，在我们佛经上讲，成住坏空，成20劫，住20劫，坏20劫，空20劫，成住坏空是多少劫呢？80劫。在这80劫，在我们看来，这个世界长得很呢。但是在佛眼观的话呢，很短，4天王天跟咱最近，这个天什么也跟咱人类啊接触很多，像人间的500年是他的一昼夜，那4天王天的500年是倒立天的一昼夜，倒立天的1000年是夜幕天的一昼夜，往上数吧，咱这人间混了是上万年了，那天上才1天，所以他看人间不同啊，不同啊，这个道理还有个道理，你早晨看那个水缸，现在这个时候早晨升起那个小虫，水上自己这叫湿生，生类都有4生，胎卵湿化湿气所生的，你把盆子扣到那个地下，
隔人间把棚子揭开，底下有一小虫虫，那叫湿声，湿气所生的，还有化声。所以大家看到演那孙悟空的戏呀，孙悟空石头蹦出来的，那不是石头，那叫化，化声，假什么事物化声，变化而生的。是吧？胎懒湿化四声，那个浮游虫，它就早晨朝生而暮死，早晨生晚上死了，它也不是像我们人间一百年吗？它的脑啊，中午、下午、晚上、末日了，它的四声。还有，有一段时间我看那个莲花包包白啊，莲花白上，那包包白有一种绿虫子。吃那个白莲花白上水，有时候你看这个绿虫子不动了，趴那儿不动了，再不动了，大概经过24小时，有的经过2天，刮上一个壳壳在那儿，里头全空了，它变了，这叫化生，变什么了？变了蝴蝶了。为什么那包包白地里头都是蝴蝶？就是那个它想。他要变，他要飞，他坐那想，想想就画出来了，他就飞了。那爬的那绿虫子，远科，他就变化了。你看一看，还有你看蚂蚁，看老鼠，你观察一切事物的动态，你体会到，就是时间不同，它也是一生，它也是一生。咱们这一百年，咱们过这一辈子，等你到晚年了再回忆过去，就在眼前。说时没有一定的时分的，时无定体，说就是一念间。咱们经常说是打七，就中国七日，那是配合我们七时来说的。说这样来集结辰时，就时跟空。我们经常说三季，三季是没边际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未来还有未来，未来还有未来，无尽呢。过去什么时候算是过去？过去还有过去，过去还有未来。说现在，现在不住。咱们现在时间不是中午了，那更不是早晨了。现在5点钟，一会儿过了就是6点钟。说再找这个5点钟没有了，说明天不还有5点钟？哦，那不是了。那是9号了，不是8号了。因此啊，时间、地点，就时空的分别，就是在你修道当中，在修道中，你应当把你掌握你现前的一念，一念就记住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叫三即时。但是我们这个时节跟那个地狱恶鬼畜生他的时节不一样的，用一念舍劫，劫有十念，劫念重重，无穷无尽的异类的劫，他的时间跟我们人类的不一样的。咱们说的住地狱无量劫，无量劫，咱不理解地狱的时间怎么算的。你可以用你念头把它缩短缩长。他说我们每天4点钟5点半讲华严，这个时候，但是这个时候不一样了，昨天不是今天了，
今天也不是明天。那你今天所讲的不是昨天所讲的，也不是明天所讲的。我说再重复可以不可以呢？重复是可以，明天我还讲这一课，但是呢时间不对了，听众不对了，思想不对了，这里头好多不可依的依，依时是依不住的，是靠不住的。完了最后再收拾再讲，依时依不住，处所呢？处说法处，咱们就说法堂，我说法这个处所。十方诸大菩萨诸佛，在十方法界微尘刹海当中，每一微尘，每一个毛端，一一毛端，都是诸佛菩萨说法的处所。在《华严经》讲，其处九会，同时说。顿言，不是这会说完了搬到那会说，那个说不，不是的，十会同时顿言。他拿那个第四天有个天王，叫那天王，每个王里头有一个珠子，叫如意宝珠，每个珠子就把一切王里的珠子的光射进来。这个珠子射一切，那个珠子也射一切，珠珠互相融射，那就显着重重无尽。说者无尽，听者也无尽。咱们讲经的时候，或者咱们在学习这个经的时候，好像一处一处一处一会，好像有层次，好像有次第，好像善财东西我是三餐呢啊，从初到最后究竟有层次。实际上没有层次，其数一时顿言的其处要记一下。一是菩提场，第二回在普光明殿，现在咱们这还都在菩提场说的啊。第三会在倒立天，第四会在夜摩天，第五会在斗兽托天，第六会在他化天，第七会又回到人间四德林。九会是在六个地点说的。六处各说一会，普光明殿说了三会。如果你相信的话，就在我们那绿宗部，那我们那有个普光明殿，那个地方说了三次华严经，你信吗？我是信的。一个微尘里头都是说华严经的地点，是一处，处无定处，没有一定的处所。在华严经呢，说是这么标榜啊，标的是七处，开了九会。实际上呢，尘说、刹说、道说都在说，无数不在说，过去说、现在说、未来还在说。但是你还入不到，你要入到了，现在还在说，无穷无尽的。说经的教主，师缘嘛，得有处所缘，得有时间的缘，谁说呀？说经的教主，毗卢遮那说。他四现的法界无尽深云，像云彩那么多，深像云彩那么多，周遍十方，微尘刹海，
常说《华严经》，如经里头所说的，以此处见佛坐，一切尘中与一佛眼，在这个看着佛在这儿坐着说法呢。你看一切微尘中佛都在那儿坐着说法呢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毗卢遮那华严经把它翻遍一切处，那遍处一切都有，每一处都有毗卢遮那在那儿说法呢。还得一直三昧说，三昧咱前头讲过了，梵语的三昧，华严叫正定。佛说经的时候必先入定，有的入定放光，必先入三昧定。因为什么呢？静了定了才能法理的显现，一切诸法的真实的道理才显现。说的都是全，佛在三昧就是实，全实分明。对，从定起了之后观机说法，哪些众生得闻，佛就说这个法。所以说一日三昧，一日三昧在定中是实，实际理的那个实啊，说法是全，就是全实相应。这都现的，至于那个慧宗了，所有的现象了，是香了花了灯了图了。我们昨天过千圣斋的时候，那大殿前面那个佛像前面供的那个，您作何感想啊？你看见怎么想的？其实现象啊，现象，这叫佛的瑞相，摆是咱摆的啊，大家摆的。花是市场买的，灯也是市场买的，那些工具也是市场买的，这是现象。今天就没有了，因为是生灭法，它是生灭法。如果你还看见，永远看见，不是那个，那个庄严的不够，你有没有到那儿去过观想的？我们的道友有没有到那儿用普贤的十大愿王的普遍供养？有一位做观想的没有？我在那儿想，可能一位都没有啊，忘记了，光看现象了，忘了本质了。任何现象，你都把它用华严来会。昨天佛说法没有啊？释迦牟尼坐那说法没有啊？现象怎么说法？现象不说法，那些工具怎么来的呀？谁画的佛像啊？现象怎么来的呀？砖怎么铺的呀？床分宝盖怎么来的呀？你把这些个现象回归他的实体，回归他的实体。释迦牟尼佛没说法，在那入定呢，在那入定呢。入什么定？毗卢遮那定，也可以说普贤三昧定。那是无说而说的，是说真实的法。应机所说的，那是随着起三昧起，从定而出，而现智慧。
一般的我们来说，依着佛所说的教法，说小乘法，说菩萨法，啊，这叫权；说法华，说华严，这叫实。实呢，称怀佛的本意，说佛果上的事儿。依三昧说的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又有现象，现象什么呢？现佛像，一些工具，一些工具，工具就是法，佛宝、法宝，再加我们这个身宝，就三宝具足了。佛每次说经之初，都现瑞相。那咱们昨天要打千乘赞，咱那都是现的瑞相。从那个铺法堂的往那走路的砖，从前头大殿的砖，跟前头咱法堂的装饰来修，好多天就准备，这叫现象，这叫庄严。这个庄严现象从什么起的？这就是实了，这现象都是全方便。昨天是随缘，今天就入实了，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什么，般若一空，感到十八号那天可能还有吧，它又现了。缘有再现，缘即再隐，缘有了就现象又来了，是不是跟那个七号的一样啊？不一样。一切诸法因缘生，说我们也还照那样供，也还照那样，都不一样，不是的了。一定要懂得这个含义，这叫现象，现象不是本子啊，现象都是随缘意了。缘起在聚，缘尽在隐，隐了。说再有缘来了，那再现呢？没缘了就不现了。这叫说依现象。现在我们就依到现象吧。明天再讲一说的人。昨天我们讲这个教起因缘世界的成就啊，有十缘，我们讲了五缘。这说法得有一定的因缘，就是《华严经》这个教义，一是十种的因缘。一者是一时说经的时分，二者一处说经的处所，三一主说经的教主，四一三昧，三昧就是一是正定，五一是现象啊。现象呢，就是说经之初，放光动地是个瑞相。那是华语、香云，这都说法的瑞相。以及其处九坏，
在说法之前一定要放光。嗯，有时候放光就是说法了。嗯，但是呢，你这经的意思，有时候放光是现瑞相。第六，一说法之人，谁说呀？说法之人，在华严会上不一定都是佛说的，诸大菩萨都在说，就是弘扬佛法，道在人弘，人能弘道。所以在佛经上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谁会莫能了。佛法跟其他的世间文字、世间法不一样，如果没有人给你解说，你再有智慧你也不知道。有说的人了，没有听的人，没有听的人法说不成的。佛说法要是没有缘，没有听的人，佛不会说的。那么这个教起因缘还得依听法的人，依德本。德呢，有道者，有道者，是吧？说经的人必须得有智慧，恒愿为他的本。内无德，不能谈法。所以佛在那个告诉金刚闯菩萨说，有汝的智慧清净，佛在说法，告普贤菩萨说，与汝的修诸菩萨的恒愿故，令汝入三昧而演说法。这就叫德啊，这就是德。第九，说法必须得有情者，情法的人，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说法的人，必须要具足了慈悲深信大愿深厚。有没有无人请问自说的呢？也有，也有。像阿弥陀经，佛是没有请的，佛是自说的。但是正法，尊重法，尊重人，必须要澄清而后方说。第十则，以能加。现在不论哪位法师，就是现在说，现在说法的时候，先请诸佛菩萨加持。要修观想，请诸佛加持，或者请这个哪部经，讲哪部经，哪部经的主，请加持。这种加持呢，有两种，就是很明显的加倍。以佛的三业加倍说法者，这是很明显的。隐显的，隐显也叫名家，喃喃的家，这个就是密宗了。密宗多数是密家，密家不是显家。对，假佛的智慧，假菩萨的智慧。所以以能加，能加，加什么呢？加倍着说者的身口意三业。
当代佛门奇宿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，在诸山长老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，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，有继回归佛陀本怀，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，将佛法传扬于社会，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，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。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，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，致力于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、护生等的慈悲理念，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、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，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，照破黑暗，传灯无尽。会务介绍：护持弘法，培育僧才，僧前安养，医疗及生活救助，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，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，设置传教场所、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。立案字号：台内名字第109-005-1120号，统一编号87515434，通讯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2号，服务电话：03989-9319，随喜www.lifetv.org.tw，斜线 A D A T E 斜线 S U S T A I N 点 H T N。新逢元宵佳节吉祥日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供佛斋天暨供送普门品，恭请慧泰法师、湛山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2月15日星期二上午9点。地点：高雄生命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洽询电话：07-221-2323，07-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义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秉持着广传佛陀三乘法的精神，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，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，透过 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，散播如来悲智的法音，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，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，愿使正法常驻人间。佛所行赞中说：佛说一切师，法师为最圣，人思行才师，行法师者难。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，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乘法的慈悲大愿，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，一起走向菩提之路。感恩您的共襄盛举，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唐捐，聚沙成塔，福慧圆满。户名：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台湾邮政划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银行网络转账
银行代号005土地银行，转账账号012-001-197-388，012-001-197-388，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、收据、开立姓名、联络电话、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03989-8787，或 email knifetv.net@msa.hinet.net，服务电话03989-9319，039899319。黄金至心奉师沙门饮食，衣服无不可量，今且略说十五功德。何等十五？一者，闭塞兼贪之心；二者，能开布施心手；三者，能灭无不施福邪见之心；四者，能生果报不亡正见之心；五者，随顺善知识人；六者，远离下无之人；七者，能开诸善道门；八者，能避诸恶趣门；九者，能种善根种子；十者，能拔不善根栽；十一者，能见薄一切诸烦恼结；十二者，能增长一切诸善根分；十三者，能保足一切诸持戒人；十四者，能因为自身所作已作；十五者，能为利益他因作已作。若复有人斋食供养佛及众生，功德有时，云何为时？一、寿命延长；二、形色圆满；三、知节夺利；四、记忆不忘；五、智慧辩才；六、众睹欢喜；七、丰足珍宝；八、人天自在；九、命中升天；十、速证圆寂。如是十种圣妙功德，施佛及僧斋食供养，或如斯果。无广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乐及歌咏赞叹、香花供养，乃至劝于一人、多人，如是等辈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，不令恶事辄闻其耳，何况亲受诸恒。
众生者，出三界之福田。父母者，三界内最胜福田。何以故？众生之中有四双、八倍、十二显示，共知得福，尽可成道。种种造饮食，供养和合众，当改善眷属，同生不动果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